妈妈，这个能好吃吗？我们家冉冉一放假，除了看书，就喜欢往山里跑。妈，你看这米一片就圆圆的，多养眼。嗯，这是冉冉跟我一样，我也喜欢往山里跑。那妈妈，你是真想把春天吃进肚子里面吗？这么多吃，甜食是的，好吃的很。山里面好吃的多，你看前面那个也是一道美食，这个也能吃。晚上的美食自然吸引不了我们家冉冉。 这你家长了2颗，妈妈，那快让我来吧。你近视眼看不见好。这在地下是不是？大哥回来。今天正值你目的十八这个草，也是小时候的零食。我们这边叫鸡爪子，吃着更补，里面是白白的，就像我们这边地瓜一样。这个能好吃。这个你就不用怀疑了，绝对好吃。回去炖住转。哎呀，终于挖了个完整。 哎，又发现好货了！那蘑菇可不能吃，妈妈家冷吃冻才管吃。有的上面能长3-4个，这上面就长1个。哎呦，妈妈，这可你来挖吧，都长在石头里。 那就算了吧，在这石头缝里面挖一挖不是？哎，妈妈，我这里窝有5个。啊，你就加油挖吧，这窝的吃不少。啊！你那个正大。妈妈，今天有点够吃吗？ 这哪里能吃饱呀？我们天天就这个喂。妈妈，你吃这个香地瓜，我还认为它像鳝鱼嘞。都香。这看起来不好看，剥开挺有食欲的嘞。你瞅一个甜甜的。是外甜的哈，吃起来跟那个地瓜更不差不多。好不好吃吧？嗯，还行哈。 还可以，这个倒是妈妈小时候的零食。妈，那小时候过得挺开心的，满山跑。嗯，虽然那时候条件没有你们这时候好，但是玩的肯定比你们开心。吃这一口太不容易了，手都不疼。那你去玩去吧，生几个我来剥。哎呀，一起剥完吧，就生几个了。 挖了半篮，就不出来这么多，但是这么多也够了。猪脚先挑个水，来泡个米酒，尝尝。好，你放这里那个冷不冷？啊，等一下嘛。妈，来吃苞米，你冷了吗？来，走进去。 我先来个鸡爪子，嗯，一股甘甜的味道，还有泥土的芬芳。哟，没错。然，你看这猪爪肯定好吃，都跳舞来呢。我也来。来，多吃点杜仔，美容养颜的。喂，老师，我口吃了，再养也没有颜了。话不能这样讲。嗯，多吃点补充胶原蛋白，杜仔美食，妈多吃点肾里好。嗯。啊，冉冉多吃点，差不多。